不可思议，巧夺天工不带复凿痕迹的筋肉血脉，精妙的心脏，就连魂魄都严丝合缝地嵌合在肢体之上，当真是绝妙。更妙的是，那个白发红瞳的人偶并非人族，却也有着复杂的感情，到底是何种创命之法才能造出此等作品？可笑我还自得于尸还之法的拼拼凑凑，尚且连让肉躯永生不死都难做到，更何况是像三神一样称神造势。丹音，哼，倒是奇了，我丹音巨婴还魂埋尸在此十几年都未曾有人来访，今日竟有这么多人找上门来。哦，拥有天玄门的玄阳之躯，而依照血脉却是个魔人，炼气御剑之法与魔咒并修，阴牵阳。呵呵，今日尽是些有趣之人。哼，胆敢在我面前提那一群虚情假意的中原败类，你还想再沉睡几年？呵呵，不过是群愚蠢无知的凡夫俗子罢了，你又何须动气？废话少说，丹音，我此次前来是要跟你谈一个交易。嘿嘿，跟我丹音谈交易，起死人而肉白骨，你也是为了复生而来？哼，我要复生的不是人，是上古之神蚩尤。我已经寻得蚩尤之骨，如果你肯帮我复生蚩尤，作为交换，我便将创命秘心与邪神之骨一起交付于你，你且敢或不敢？我丹音极具尸块之体，操纵死尸自是不在话下，复活上古邪神倒是未曾试过，不过此等接触创命之秘的事情，我倒是很有兴趣。以血结气，以骨结盟，如若背信弃义，天地可诛，这是我入魔之血。你若是诚心与我为盟，不如痛快饮下。幽冥血海，十方鬼众，黑邪魔儒之父，你且速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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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